啊啊！还报了一下末日，我靠，报了末日才是最关键的！来搭讪的话要凉，给我来个搭讪就赢了，搭讪赢了，这人搭讪。哈哈哈！哈，结束吧。听话，听话，听话。活他，活这个，活这个，兄弟，活这个一五。再进化吧，万一出冲锋能把他直接冲死，冲了吧，去他娘的，不搏这一手了。狂风，听我号令。我进化这个看一下吧。来个暴动王就赢了。哇，历代，历代可以哦。历代冰枪，历代冰枪，冰箱都可以，都还行。力量的代价。谁敢召唤我？我勒个擦！我不信他这仨敢踢脸。道理解，就算是护拉的话，他还有撞，这个暴风雪接就近原则，对角线原则。再见！啊啊！我的克罗米！靠！八个眼儿！我搞错了。说好了大螺丝，说好了女王呢？十七，
我再变个岩爆出来就赢了。岩爆，假装手里有岩爆，赢了。所以我选择骑这把刀吧，因为我一样上不了怪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会把自己盖伦打死的，这么傻逼的吗？你他妈的给我解释一下！关我屁事啊！哎，怎么还能这样子的？这龙我都懒得涂啊，有什么可涂的呢？偷得开心吗，兄弟？吸血 nice。 哎，你打死我呀，你打死我呀，你打死我呀，嘿嘿，你打死我呀。你好，滚。从天天卡巴杂货铺购买的牛奶瓶、床头小夜灯，柔和温馨的光芒一下子充满了房间，而且可以用它定时照明，半睡更治愈，擦擦洗洗即时留言更方便，填满夜晚就选牛奶瓶小夜灯，填满你的心灵，收藏天天卡巴杂货铺就对了。更多消夏必备小道具尽在天天卡牌杂货铺。我靠，这张牌出了直接撤退了呀，我觉得对面怎么赢啊？他拿什么跟我玩啊？我的妈呀，十八十二跟二十，十十八，六八六八，八十四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